哎，猴哥，交给你两个任务，你俩去找厨子，我去找眼镜。我的眼镜就搁那儿掉进去的。那咱们我陪你找眼镜，你自己找厨子吧。那这眼镜是我妈妈送给我的，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因为我戴别的眼镜吧，都那个窄，就是每次我戴眼镜就卡一点。完了，我妈就特别在意，就是正好出门去就给我找着了。到晚我就不找了，因为我妈妈送的。哎呀，我发现啊，他俩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魔咒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就说陈佳妍就懒到已经是，你只要让他干活，干啥活他都不爱干。那程野呢，一开始还挺好的。自从他那眼镜掉了吧，哎，我找吧，找厨子。可是厨子在哪儿啊？下一关又在哪儿啊？那边已经去过了。哪里有酒店？二号酒店在哪里啊？没有二号酒店，我在那个酒店。我得从二楼上去啊。对。哎，你们，你小妹儿，你认识我吗？认识。哎，我是程野。哎，他们说这里根本就没有大厨了，咱都用光了。他说你得上二号酒店找去。我哪儿不去了？我哪儿不去了？妹妹，我妈妈送我那眼镜，掉那个水里头了。哎，程野，我去帮你找大厨去啊！你找眼镜去啊！你去找大厨去。那你自己找眼镜啊？那行，那你让这个妹妹给你找眼镜啊。虎子，哎，那我还是陪着你吧。你看，你还是跟我好。哎，走吧，游艇酒店，小伙子。嗯。小伙子，你开快点啊！把他们全甩了。那是我妈妈送给我的。哎，出来出来！刚才我去找去了，找一个哥们儿说过两天来潜水员给我潜。过两天啊？现在踏实了没？